如果前面所讲的可以沟通，再跟他们说明。我们所以这么冒昧深夜前来，是因为和您一样爱淳华，所以希望他以最快乐的方式存在。请注意，我们是希望他以最快乐的方式存在，并不是希望他赶快拔管子，赶快断气往生。这两种表达方式，在内心的意愿是大大不一样的。